当然发生了这起上海外滩踩踏的意外事件呢，有目击者形容事发之前是人贴着人，脚都快看不见了，甚至快窒息，紧接着人群就像骨牌倒了下来一样，跌了有好几层，甚至有伤者被压在下面，身上呢还有身下还有两层，甚至有目击者直接形容他们第一次看到有人口吐鲜血。当然这起意外事件呢，有民众说比台北的101人潮还要多。